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，过来看看你啊。你发的朋友圈我看到了。什么朋友圈啊？而且是因为我太高兴了，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你要的事儿，谢谢你啊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？都是举手之劳。对于你来讲是一个小事，举手之劳；但对于我而言，是一件大事。我女朋友真好啊，她一直帮着我想着我工作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我今天必须要承认一个错误啊，可能对于有些事情，我会有些情绪，会让你也不舒服。那都是因为我在乎你，对不起，不生气了，好吧？哎呀，其实我也没有怪你，确实方小雨有的时候开玩笑特别没有分寸啊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会跟他保持距离的，不再让你误会。嗯。我谈完了工作之后就要回去了，但我一有空就会过来看你。嗯，你说你工作那么忙，还来回跑看我，哎，会不会太辛苦了？看你还辛苦吗？Bonjour, vous faites. Oui. Qu'est-ce qui vous ferait plaisir? Je veux du jambon là. Jambon? Vous êtes là, 老板很少啊。我经常来这里。500 grammes de porc, s'il vous plaît. Rôti? Yeah. Thank you.看起来挺可爱的，他人超好，是吗？有的时候会给我一些免费的东西。完了 ，Thank you, merci. 哎，等等，回去吧。阿俊，是不是很好？加油啊！哎。
郑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说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来找我，只有我来找你了。为什么要把你自己搞成这副狼狈的样儿，啊？钟主任，对，别管我。那女孩叫莫非是吧？你查我？你是我儿子，我怎么不能查你啊？别管我。丢人呐、啊！你真的是丢人呐、啊！一天到晚不务正业，还学会了打群架。怎么，我就不能说他两句吗？再没人说他，下次见他就在监狱里了。我就算进了监狱，也用不着你管。我也不想管你。这个人我丢不起。自从我妈走了之后，我就跟你没关系了。丢什么人啊？就算我被人打死在外面，你也管不着。我说你这小子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跟我对着冲啊？这么多年来你就没长进吗？看看人家唐明轩，现在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，你呢？你拿什么去跟人家比？你少在我面前提唐明轩行不行？提唐明轩，你心里不舒服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们两个条件不相上下，你不会输给他。但人家天天努力向上，你呢，天天就是混吃混喝，不务正业。之前靠着你那么点小聪明，创出你的名号，也快被你给败光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再这么下去的话，就把自己给作死了，你就完蛋了。能不能醒醒啊？就是爸求你，好不好？啊，你醒醒！你要是愿意能够及时醒悟的话，爸爸还可以帮你重新找回你以前走的路，好吗？你觉得这是帮我吗？你来这儿就是摆出一个慈父的样子，想教育儿子，回家找他给你生一个去啊！别找我，小鱼，这话我都听不下去了。你爸爸他是真的关心你。钟叔，你就别替他说话了。自从他跟那个庄月荣在一起之后，我家里安生过吗？你又没爸爸，再怎么说你也应该叫他一声妈。他不是我妈，他怎么会是我妈呢？我妈让你追庄月荣害死了呀！我就跟你讲过多少次，你为什么就不相信？你们两个就是凶手，凶手知道不知道？你那个脑袋凶手！你们走，我不想看见你们，你们走，你们跟我走。哎，小鱼，小鱼。